头露完了，咱们露个腿儿。嗯，真香。这种满足感，那不是有钱能解决的。吃个双击，老铁给个免费的爱心，来吃鸡啊。黑色的，自己做的土豆粉，喜欢吃的给我双击。来吃一猪肉肠啊，我看你怎么吃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给你一个双击，因为双击不费电，双击不费流量，双击还能活跃账号，上油。这个味儿真是没谁了，特别好吃，一大口。嗯，幸福。一口秒，能不能来个双击？夜市小吃街的火爆美食炸蜈蚣，大家不用害怕，这个是可食用的中药材。敢挑战的朝蜈蚣上面点两下。我不能吃辣，就想要一个双击。你就给一个吧。我现在来吃这个雪酱啦，体验一下的感觉。你们最喜欢的偶像是谁？有，跟胶囊差不多。嗯。一面大铜镜，照出最漂亮和最帅的你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嘎嘣脆，齁咸的。海蜇皮哈，吃的时候必须用清水泡一泡。这是今天的晚餐，鳝鱼焖黄瓜啊。这个房子之前是没人住的，
自从我和小黑来了之后，让这里有了生机啊，味道特别好。